你可以告我。啊，这玩意儿说。你要买床。啊，我坐喺度啦，得唔得先？你唔系有啲礼貌啊？你问阿哥啊，啱先？你讲礼貌，讲礼貌就唔系摆喺度噶。摆喺度，摆边度？啊，你嘅事啊。因为你嘅事啊，你冇讲你嘅事，你乜都喺度唔搞啦。总之我坐喺度，你可以赶我走。你系叫警察，叫保安人。喺边度啊？跟二姑有咩坐啊？我死緊㗎！我哋後下一代啊！所以你做乜？你得後